他是一家 IT 互联网公司的客户经理，帮助某个城市品牌或者旅游形象的打造。我比较喜欢小家碧玉型的。还是一个体贴细心的居家暖男。你收拾我看看吧。这边呢，哎，我给你买了个手套，因为那个参加要暖和一些。她是一个比较挑剔的女孩，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有点不想拍了。对找男朋友的要求一点也不含糊。我穿高跟鞋没得我高度，不是很高。哎，你不要再劝服，非要走在一起那种嘛。他们之间的相亲能否成功呢？咋嘞？哎，服务员，服务员，真的要喝醋去啊？喝醋嘛，放在嘴里面。摸一下眼网哈，慢慢一点点的这样。男嘉宾和女嘉宾，你们愿意最后牵手到一起的话，就上我们编导准备的工作车。凡人有喜，暖男相亲挑剔女即将为您精彩呈现。爱情靠争取，万不放弃。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人有喜》，我是小红娘玉汉。水中贵族百岁山，本栏目奖品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提供。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重庆下了第一场雪了，真的是很冷。不过呢，今天啊，我们的男嘉宾他是一位暖男，不过他不是来温暖我的，肯定是来温暖女嘉宾的。好了，我们今天就现在就有请男嘉宾登场，男嘉宾有请。来，你好，你好小廖，你好，你好，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廖建超。本期交友男嘉宾廖建超，年龄26岁，身高1.64米，职业 IT 公司客户经理，月收入6000元，婚姻状况未婚。我是一个90后，之前是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学校工作了1年多，现在在重庆一个知名的一个互联网公司，月收入大概5-6千左右。那个里面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我之前是负责大客户经理，现在负责就是帮助某个城市品牌或者旅游形象的打造。哇塞，我觉得这是前途无量的一份工作啊！而且小廖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老实诚恳。那么你在择偶方面的要求呢？现在我自己也在创业嘛，先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奋斗的，而且我比较喜欢小家碧玉型的。我想问一下您的身高有多少呢？我不知道具体的，因为我去以前准备大学毕业过后，我准备去当兵，因为当时测出是1.64米。比方说今天的女嘉宾介意你的身高的话，你会怎么样让她打消这个念头，解除这个忧虑？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身高其实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性格和她的内在是特别重要的。男嘉宾，我呢也是好心的提醒你一下哈，因为我们女嘉宾马上就要到了，但是呢她其实有一点点介意这个身高的问题，然后我是想提醒你，把隔壁就是那个女人街嘛，你要不要去购置一双增高鞋垫？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是保持原汁原味。我觉得最真实的是最好的。好吧，好吧。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我们的男嘉宾是一个 IT 男，相貌呢端正，看上去呢很朴实，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很棒，就是他对自己的身高的问题一点也不介意，也不隐瞒。我们的主持人建议说，哎，你要不要去
穿一个增高鞋垫，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对身高这个问题是有点在意的，但是男嘉宾的反应是不用了，我觉得身高不是问题。这种坦然的态度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之前也有我们节目也有男嘉宾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去穿过增高鞋垫，但是后来呢在节目的中途他还是脱掉了那些增高鞋垫而向女嘉宾展示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多的展示美好，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告诉对方你真正的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哎喂，女嘉宾你好，你到那个步行街了吗？我已经到了，不是我忘了什么吗？哦，你出来吧，我们在大荣城门口。看到了吗？来来来。啊，你好你好，天哪，我们等了你太久了，终于出现了。哎，来，你好你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又这么唐突的就见面了。本期交友女嘉宾张兴荣，25岁，身高1.57米，职业公司职员，月收入3000元，婚姻状况未婚。分享听一下，你现在看到我们李先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其实第一句话就这么直接。我有点不想拍了，K.O. 你好女嘉宾，你又来凡人有喜了，我都已经看到你3次了，说真的我都不想再见到你，开个玩笑哈。这一次呢我希望你能够收获美好的伴侣，因为我们这次的男嘉宾是一个温文尔雅的 IT 暖男，他跟之前你相过的出租司机和卡车司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不知道温文尔雅的他能否收服傲娇的你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男嘉宾也是戴着一个文质彬彬的眼镜，不知道给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就觉得我们男嘉宾怎么样？哇，你都已经看得他乐呵的合不拢嘴了是吗？有这么好吗？挺斯文的。很斯文。那第一印象嘛，我穿高跟鞋没得我高的，不是很高，总体来说还是多斯文多文静的嘛。一个男人的长相和身高不是很重要，主要是气场最重要，我比较注重气场那一块。看了我们女嘉宾之后感觉怎么样？她今天精心打扮了一番。挺好的，而且我看得出来她特别爱笑。特别爱笑就很活泼了是吧？我其实我特别还是喜欢短发的女生。好，那现在大家都我们心情都突然间由雨转晴了，接下来你有什么好的安排呢？我打算是先找一个咖啡馆，因为大家都比较冷嘛，先喝杯热东西。我说了吧，他就是一个暖男，好吧，我们就去咖啡馆坐一下。男嘉宾，我感觉你怎么对这里那么熟络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每周周六都会举行一个活动，叫我跟我朋友发起了一个公益组织，就是现金流游戏。公益组织？对。主要是做什么呢？哪方面的？就是培养财商的。财商的？就智力这一块儿。但是智商呢？智商、财商、财产那个财对对。那帮人怎么做呢？就是让他们来干什么呢？我们去看一下嘛。对，你带我们去看一下，你把女嘉宾带上吧，带我们女嘉宾去见识一下你的公益事业。有机会购买25000股的0.1%的股票，就是一颗骰子，如果那个点数是6，把那个股票都分成2股，如果说，然后还可以从银行提取50万的现金，如果那个数字小于6，都一分钱都收入都没得。你可以选择投资，也可以选择不投资。下女嘉宾，你有没有看懂他们这个到底怎么玩？没有。
我感觉就是感觉你俩心不在焉了是吗？没有，我感觉有点晕溜的，就感觉游戏规则他也不晓得，还不清楚。那那个男嘉宾，你是不是应该跟女嘉宾好好从入门开始好好讲一下，对，把他加入到你们的游戏当中。我就感觉你自顾自的在玩，因为这个有点冷落他了。要一起玩才从开始慢慢，它有两个阶段，就是玩。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的男嘉宾带女嘉宾去玩财商训练的游戏，而女嘉宾表现的感觉是不太自在。难道因为这是一个智力训练的活儿，女嘉宾你不感兴趣吗？之前我可是记得你非常有要求，对我们之前的男嘉宾不是挑剔他的衣服不太会穿，衣着不讲究，就是批评人家的生活圈子太小太窄。那么我们的男嘉宾呢，穿着没问题，圈子也很广，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自在了呢？好了，男嘉宾不要再带他玩那些他不擅长的游戏了，赶紧去寻找你们的共同点吧。我听你说起，我觉得像你经常参加那些活动，你社交圈子有点广噻，为什么还想到上那个节目呀？奔着目的来的，比如说是以结婚目的还是以谈恋爱为目的？我的观点哈，我觉得一个男娃，我们同岁嘛，一个男娃的二十五六岁和女娃的二十五六岁不一样。我觉得女娃的二十五六岁相对男孩子三十几岁了，男孩子三十岁都是黄金年龄。所以说我来参加那个节目，你目的也是抱着一个结婚目的，都是来的，也不是说玩啦那种哈。所以说两个人在一起，结婚的哈不像谈恋爱那种，肯定结婚噻。他说啊，谈恋爱感觉到位都 OK， 是不是嘛？不能分歧的太厉害。对，就是三观要差不多，就是我价值观那些，对。还有就是生活方式。对头。愿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最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可以帮忙做好家务呀，带好小孩啦，像我没事还可以出去耍会啦。因为年轻人像我们九零后哈，其实跟父母是有一些代沟的，我们必须承认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想法做法，父母他是不接受的。都是，我还是想就是两个人住有什么比较好的？走，那个。婆子嘛，那脾气不是很怪的情况下，我觉得都能相处得下来，也无所谓。我两个单独在一起，反正那就我觉得蛮局限性那种。我们的女嘉宾表示可以跟父母一起住。哎呀，看到这里我还真心想给她点个赞呢。我说好多女孩子现在都不能过这一关，就是不想跟父母一起住。但是我们女嘉宾的观点其实是，跟父母一起住很好啊，可以不用做家务呀，而且小孩也有人带呀。哎呀，我就觉得父母的命真是太苦了，好不容易把你们带大了，还要带大孙子，哎，当然哈，女嘉宾，很多女孩子如果跟你的想法一样，可能这个问题就迎难而解了。但是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是不是赞同女嘉宾这个观点呢？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做饭啊？会啊。就是我不晓得要像外面那么好吃都不得，一般就是家庭情况，几个人呐，基本都会做，然后有时候有客人了呀，我也做的。都是那种，像我们家我和父母一起住嘛，我们家都我一个独生女，就是哪个有时间哪个都住，都是那种。挺好的，我也会做饭，而且因为我爸爸他们之前是在北京开饭店的，我还是得了我妈妈一些争宠，我做饭还是挺好吃的，而且以后有时间可以两个一起去，比如说一起超市买菜呀，或者一起做饭，我觉得挺好的。好开心啊，你唱前两次节目我就觉得很开心的。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哎，我一直笑吗？我那个没发现哈，不是我为啥一直想，我小时候嘴唇有疤痕，我不知道你没发现没得。小时候在农村遭拽了，有疤痕，我说我不笑的哈，疤痕很明显。跟我交谈之后，我觉得我跟他相伴是有些能达到共识，同龄当中来说，我觉得他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他各方面都很不错，然后也有吸引我的地方。谈吐比较流畅嘛，思想方面呢也比较好，就谈得比较清晰，想法能达到一致嘛。
现在男女嘉宾交流的时候呢，我们又到了都市频道送大奖的环节了。在每天晚上的10点之前，您都有机会获得大奖。现在请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点发现中菜单里的摇一摇，点电视啊，等待识别进入互动页面。好了，我们现在摇动起来，3、2、1。好了，锁定都市频道，都市有理，都是你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房子这个问题，我也是想问一下。其实我觉得南街边的隐私房建议他现在在重新还没得房子。哎，我觉得那个说哈，我一之前上节目我都一直说我想找一个我觉得能征服我的哈，我觉得无所谓，大家可以共同努力，但是你必须要是一个潜力股，必须要有能力买，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得重新安家，但是哈，我觉得各方面我就觉得满意，然后又对我好，脾气也合得来，我觉得那些都是可以，是不是？因为我的意见是要在重庆买房子，我必须要扎根重庆，因为我在重庆就生活了，从大学到现在7年多时间。因为我以前我们老时候小时候嘛哈，也是农村，五农农村里面，所以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好合适哦，你们两个。我们的男嘉宾坚持要说出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就是他还没有买房。本来我以为我们的女嘉宾会介意，因为之前的节目嘛，我对她很熟了，她对男生真的是有诸多要求的。即使以前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车有房，而且月入过万的，但是我们女嘉宾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人家给 pass 掉。可是我们这期男嘉宾呢，没有房也没有车，是一个奋斗中的青年。可是女嘉宾的态度反而是，我不是很在意这些，两个人一起奋斗就好。可见女嘉宾，你笑得那么开心，你是不是真的动了心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女嘉宾跟你们玩了一个游戏啊，然后也交流了一下，给你们印象怎么样啊？先来说一下。我都觉得她挺温柔的，又挺矜持的，因为我们超超也是那种超级暖男嘛，所以说我发现应该是挺合适的，就看他们自己喜不喜欢呢。得到一票了。对，你觉得呢？因为我们超超本来就是那种超级暖男嘛，而且平时的话整个人就特别好，然后我觉得他们俩还蛮合适的，所以说哎，看超超的嘞。好了，现在看来呢，是我们的亲友团是全票通过，都觉得今天的女嘉宾特别棒，跟你很搭。那你自己觉得呢？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第一印象。如果说你要给女嘉宾打一个分，10分制的话，你打多少？7.5分吧。8分嘛。你知道刚刚女嘉宾给你打了8分，你才给人家打7.5分，可以补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权利了。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很搭，是因为你看女嘉宾形象又好，可以给你就是打造的更帅一些。然后你自己身上就是你有你的才气，可以让你们以后的家庭过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其实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也很搭。所以接下来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安排，然后你们再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啊，然后取得他的更多的青睐，怎么样？好，我准备就是喊他和我的朋友一起吃个饭，因为现在天气如果外面的话都比较冷了，对，外面下雪。通过了解，男女嘉宾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男嘉宾还邀请女嘉宾吃晚餐，而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一幕却让人哭笑不得。小吃吗？小吃你就喝点醋，他吃不惯。然
喝汤。刚吃饭的时候啊，本来是想考验好男嘉宾，看他细不细心呐、故意的想预卡一下嘛，结果后来真的不小心有点卡了，我自己都慌了，脸都通红，汗水都出来了，到现在都有点红了的。你现在是那个被鱼刺卡了？不要吃饭。你现在休息一下吧。真的有一点。先包一包。对，喝汤了嘛呀？喝醋。喝醋可以化它。你包在嘴里面慢慢咽，慢慢一点一点的咽。真的要喝醋啊？喝醋啊！你包一口，你跟他说一下怎么弄。你包在嘴里面，摸一下眼碗哈，慢慢一点一点的咽。为什么要喝醋呢？因为它处于一个软化骨头的那个功能。因为我记得以前，看个新闻，最好是不能用菜或者饭，因为它如果有些是卡起来，它直接挂下去，会受伤。哦，原来是这样，我刚刚还以为可以吃饭，原来是这样。如果他一下子就会把那个喉咙给刮到，是吗？好点没得，你我大口吃一个，我大口吃一个。好吃，吞下去了嘛，大口，好。没拍我嘛？你是，你让男嘉宾顿时紧张了，跟着全部都紧张了。我汗水都出来了，缓一点了没？然后我看男嘉宾在一旁啊，还都慌了，然后感觉比我还急嘛，我觉得还是多细心的，然后赶紧叫服务员倒出来让我喝呀，多细心的嘛，比较属于注重生活细节，居家型也应该是。好一些了吗？好一些了，看来男嘉宾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所以找老公一定要找这种啊，懂得体贴人的是吧？你刚刚被吓到了没有？其实这是生活中都会遇到的这种情况，其实不要慌。你很镇定了。哎，我们的女嘉宾真的好爱演，在这个环节她想演出自己被鱼刺卡住的样子，然后看男嘉宾的反应如何。结果没有想到弄巧成拙，真的被卡住了。还好我们的男嘉宾很淡定，哎，他会召唤服务员端来醋，而且告诉女嘉宾这个原理是什么。男嘉宾倒是真的通过了考验，非常的淡定，倒是女嘉宾你要小心啊，被鱼刺卡住这种戏码真的很危险，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模仿。男嘉宾，刚刚我们已经用完餐了，你和女嘉宾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你现在对她的感觉又是怎样呢？对她真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很不错是吧？那有没有劲儿继续往下冲一下在最后？我觉得因为现在好像又下雪了哈。啊，是的是的，好漂亮。因为重庆的夜景还是比较美的，被称为小香港嘛，我觉得去看一下，在北冰洞去看一下重庆的夜景还是蛮不错的。你看起来外表傻愣的，但还没想到还有一颗浪漫的心。我今天听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两个相爱的人在雪中散散步走一走，说不定会白头到老，你相信吗？希望如此。我觉得男嘉宾也找不出啥子缺点，我感觉跟男嘉宾短暂的交流下来呀，他确实是一个暖男。对，也可能是因为交流的不深嘛，我感觉我们两个应该那种共同语言应该很少的。有时候他说到那些，我都感觉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你也觉得他很温暖，给你的感觉，是没有看到他浪漫的一面吗？女生我知道都喜欢这个，对不对？我感觉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工科男吧，给我的感觉。但其实我跟你讲，你想错了，因为刚刚男嘉宾私底下跟我们说呢，他一会儿要给你一个浪漫，想带你到外面去浪漫一下。你愿不愿意再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再进行一下沟通？因为我觉得最开始我们进行的都特别好，而且你们两个给彼此留下的印象也很好。期待一下吧。期待是吗？还是看来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凡人有喜春节特别企划之男神来了，最激烈的争夺现场，快给我们啊！不，我打架！我的最残酷的淘汰方式，最亲密的
的游戏互动。都要帮我做客吗？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都市频道晚上九点，浓情巨献，男神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男女嘉宾交流的时候呢，我们又到了都市频道送大奖的环节了。在每天晚上的十点钟之前，您都有机会获得大奖。现在请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点发现中菜单里的摇一摇，点电视啊，等待识别进入互动页面。好了，我们现在摇动起来，三二一。好了，锁定都市频道，都市有礼，都是你的。静静的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哇，来到了美丽的滨江路，女嘉宾你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这个雨中漫步也太特别了点。男嘉宾选的这个地方你觉得还满意吗？滨江路多漂亮的，还可以吗？很漂亮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俩浑身都在发抖啊，冬天全告抖是吗？男嘉宾，那个你觉得你对自己选的这个地方满不满意？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对面就是洪崖洞嘛，重庆非常美的一个夜景。因为我平时夜跑。哇，你还夜跑？我看不出来啊，你还夜跑。多漂亮的夜景啊，下着雪呢，诗情画意的，是吧？我就不当电灯泡了吧，给他们一点时间单独相处一下，确实太冷了，我要去躲躲雨。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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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你说我理工科不够难吗？其实真正的浪漫它并不是说我制造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一个东西，或者其实真正浪漫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呈现出来的，或者比如做一个非常好的晚餐，来个烛光晚餐，我觉得非常好的，或者在一个自己的住的地方精心的打扮，也是一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因为其实天蝎座他不仅感性，而且真的是也是个非常浪漫的人。你是不是很冷了？这边冷。冷了吧？你等一下，我去买一个东西。嗯。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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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尽头。刚刚我看到男嘉宾是偷偷的跑过去了，他是去干什么？我猜可能在这个雨夹雪的天气，可能是去买围巾啊之类的吧。就是说在给你准备礼物了是吗？我猜可能是吧，已经笑得眯成一条缝了。那现在就是我们刚刚你们又雨中漫步了一下，又看了一下夜景，现在对男嘉宾的印象又是怎样的？我也找不出他哪点不好。哇塞，看来那个我们今天晚上将会上演他们两个人的冬季恋歌。毛茸茸的就只有那种都是这个可以上去的，那白色那个，白色的话，就是那个，黄色那个都可以，就这个，有个这种白色的，我觉得白色的不来了，像这种都是雕绒的，它这种的话保暖的效果要好一些，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是买一送一的，我觉得那个雕的不紧张了，你可以选个黑色的嘛。粉色的有没有？粉色的没有。
暖和一些。别怕，谢谢。哎，差不多算了。成绩比刚才要好一些，是吧？虽然在雨夹学的天气当中吧，带到那个江边来呀，大家都去买一双手套，还是睡暖了些。男嘉宾给女嘉宾送了一双手套，两人的发展看上去很顺利，可接下来女嘉宾的一席话又让今天的相亲产生了不确定性。现在呢是已经晚上11点钟了，我们今天也是男女嘉宾相处得很融洽，我们虽然很冷，但是我们心里是很暖和的，因为进展得特别顺利，是吧？我们也很想在今天促成一段好的姻缘，不过呢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看你的，因为男嘉宾今天一天还是为你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应该有点感动你吧，反正我觉得感动我了，这手套我特别喜欢，结果送到你手上去了啊。那个最后你给我们一个你自己心里面的最终决定。我也说不上哪点不好，然后还是各方面我就觉得都不错嘛，然后想法呀各方面，但是都不一定适合男女朋友噻。我觉得跟男嘉宾相处下来嘛，我觉得是成为朋友更好一点嘛。啥子？他怕他载东西。你愿不愿意让他牵手嘛？啥子啊？哪儿不满意嘛？哪儿满意哪儿不满意？别个我们把你录到11点过，男嘉宾也去跑公园去买手套买来了，你哪儿不满意？哎，你不要再劝服，非要走在一起那种嘛，都。啊？那是啷个嘛？你哪点不满意？没有一个，就是那种让我痛下决定，哎，不是，不是痛，让我决定他在一起那种。关键性的一个那种欲望，那种想法。头两回那个他觉得不满意，是他就可以说得出真正的要害在哪儿，然后这次他不满意是因为他觉得太完美了，他说不出哪儿不好。之前跟其他的话我都一见面我都想走那种感觉，直到现在嘛都可以还愿意继续的这种朋友，像普通朋友都平常的来往啊，每次出来耍哈啦，一起这样哈啦，好各方面多了解哈啦，然后再不是，然后再看觉得合适不合适。下一步去深入的了解是噻。啊。那你想不想男嘉宾主动啊？他主动约你啊？我觉得不要带的有目的性太强那种约也不了。人家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为啥不能结束？不，我的意思就是认真的。朋友就是朋友，相处正相处自然一点，愉快一点噻。是不是嘛？好。你吃起来见面啊，都是都是像男女朋友那种约会那种，那跟朋友那跟朋友那种。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节目都是以结婚为目的来录的节目，你看一普通朋友，普通用大街上到处都是。好了，我们的女嘉宾又开始作了。你是想再上几期《凡人有喜》吗？我们明明都看到你对我们的男嘉宾的印象非常好，至少在我看来你是动了情了。但是呢，在最后的关头，你要拒绝男嘉宾，你说要从朋友做起。我不妨这样来分析你的心理哈。你可能觉得我们的男嘉宾真的也很不错，可是呢，在节目当中如果承认跟谁牵手了，但如果私下里的接触却没有成功的话，你是不是很担心被父老乡亲看在眼里，你就变成了一个好小人哦的一个笑话啊？所以呢，你采取了一种比较保守保险的方法，就是和男嘉宾从朋友做起。男嘉宾，刚刚女嘉宾的一些想法表达了，你也听到了是吗？嗯。那么现在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我的想法跟他差不多，就是先这是初次见面嘛，就是像可以接下来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再更多的一些了解。因为今天我们都觉得你表现得特别好，而且觉得你跟女嘉宾确实很合适也很搭，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不希望你再做进一步的争取了，但是我感觉他内心有些纠结，其实内心对你的印象还是蛮好的，因为今天你表现得真的很好。其实怎么说啊，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慢热性的，一下子就决定，因为这个事情要回去还要商量，因为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要父母双方，就是我要跟我妈妈打电话，对，当然也征求她的意见，我自己也要占一部分，
占我自己占80%吧。在男女嘉宾做最后的决定之前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礼物送给他们。挚爱一生幸福仪式不栏目奖品是由周志福珠宝提供，来，女嘉宾送给你周志福珠宝的代金券一张。好，男嘉宾来送给你周志福珠宝的代金券。本栏目奖品由王老吉提供，来送给女嘉宾个王老吉大礼包。谢谢。来，男嘉宾王老吉大礼包。那现在我们就到了做最后决定的时间了。如果男嘉宾和女嘉宾你们愿意最后牵手到一起的话，就上我们编导准备的工作车；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就请各自回家喽。男女嘉宾都说出了真实的想法，女嘉宾又能否改变她纠结的想法，和男嘉宾一起出现呢？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我愿意。你为啥子要上那个车？年轻人嘛，认识就是缘分，然后相处下来还都不错的，希望我们实际上做朋友吧，慢慢的了解，如果合适啊，在一起合适也是朋友，是不是？最后他们两个人都选择了上车。要知道我们的编导会说得很清楚哈，如果上车的话就表示接受了对方。这么说两个人其实还是算是牵手成功了，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原因，拍摄的当天可是下着小雪的，两个人难道是为了躲风躲雨不在滨江路上流浪吗？不管怎么讲，这期节目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圆满的收官。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的征婚秀在等着你。爱情靠争取，我爱不放弃。大家好，这里是凡人有喜的征婚秀，我是小红娘冰甜。欢迎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关注我们凡人有喜小红娘官方微信，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以及凡人有喜的线下相亲活动公告。当然了，如果您愿意来到我们的镜头前说出您的情感诉求以及展示自己的风采，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并且免费为您拍摄明星个人嘉宾秀。好的，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本期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大家好，我叫王云杰，今年25岁，现目前居住于大渡口，现在是重庆三钢钢业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目前从事于锅炉操作。现在呀，我跟父母一起住，大渡口有套房子。我的兴趣爱好是喜欢出去旅游，平常工作很忙的时候没得时间，都在屋头看会儿电视，在家头放松一下自己。我的父母现在非常着急，都是因为我前几年出车祸，脚受了点小伤，然后桃子现在一直未婚，所以说都来参加凡人有喜征婚秀那个节目，希望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我今天来到凡人有喜征婚秀那个节目，是想找一位体贴包容我的男嘉宾，身高在1.7米以上，年龄在26到35岁之间，
我希望他脾气好，能体贴包容我，有固定工作，不嫌弃我的。我也不是啥子外貌协会，只要能对我好的就行了。如果对我有益的嘉宾，请与凡人游戏栏目组联系。大家好，我叫刘丽，今年38岁。以前呢，老家是在涪陵的，现在居住在九龙坡区。身高啊有一个1.58米那个样子嘛。其他没得啥子的。现在工作的话，就是在一直在做那个建材，家装建材那一块。那两年生意也不是啷个很做，所以说呀，想转行，也不晓得做啥子。我的性格比较真诚，相当真诚，豪爽大方。我的爱好平时比较喜欢，有时候喜欢还是比较喜欢去爬山，喜欢唱歌。朋友啊都说我唱的歌还是唱得可以，歌声还是可以，唱得还是讲究。喜欢唱经典的粤语歌曲，比较喜欢唱经典粤语歌。反正一般去爬山那些啊，像可以锻炼一下个人身体啊，陶冶一下情操啊。晚上那些吃了饭，还是喜欢在小区里面去走动一下，散一下步。唱歌那些，因为唱歌那些还是结交了一些好朋友，还是相当有帮助。我曾经有一段婚姻，是经过我的同学说起来那个，有点不靠谱。是经过我的同学跟他的一个网友能够认识了过后，能够介绍能够认识的，我们是能够认识的。所以说相互之间呢，因为可能是相互之间不太很了解的情况下，再加上那段时间家里面也催得比较急，所以说那个匆匆忙忙都把那个事情都定下来了。因为可能是太匆忙的原因，也没了解得太深入的原因哈，所以导致那段婚姻呢没长久。但是后面对我们有个共同的女儿，现在是跟到起我的。女儿呢今年也是7岁半了，是个小耗子，是属的，属老鼠的，相当可爱，相当乖，相当乖巧。现在是跟到我。因为可能是当时对于那方面没考虑得很成熟，所以现在那个男的一直都没有对娃儿负起那个责任，也就是说生活方面的话，生活费用那些方面都没有去尽到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所以娃儿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抚养起走的，衣食住行的费用都是我自己在弄。所以说现在呀，感觉本来可能呢，由于是一直工作的原因哈，一个人负担娃儿呢也非常辛苦，然后可能平时工作的原因呢也比较忙。所以说一直啊，对于那个个人问题那块儿，婚姻个人问题那块儿，一直都拖到现在。所以说那次经过朋友嘛，经过朋友啊，就说喊我想经过那个平台哈，让自己再一次的再找到自己的另外的一半，对我自己好的另外一个半，对家庭那些比较负责的另外一半。我希望啊，找一个1.7米左右，年龄大概是在38到48岁左右之间的那个，对娃儿，对娃儿，还有现在我还有个母亲哈，因为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情况下，我母亲现在也是在帮我照顾小孩，所以说现在目前的话，小孩跟母亲都是跟我在一起，所以希望我找一个能够对我的小孩，对我的母亲、家人那些好的一个伴侣，当然肯定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家庭，对家庭要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大家一起啊，共同把那个家庭以后把它维护好，维护过去，好好过日子。没得其他那些难得性哈，最好是不要打牌，打牌的人我确实不喜欢，烂赌的人我真的不喜欢。有固定的收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没得，脾气不要暴躁的，
温和一点的那种性格。有无小孩离异，离异过后有无小孩的都可以。但是最好还是个离了异，是个妹妹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有对我有好感的，可以那个经过凡人游戏的官方微信跟我联系，谢谢。不知道冰甜今天为大家推荐几位明星嘉宾，是否有您心仪的那个他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会竭尽全力为您牵线搭桥。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单身男女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因为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以及凡人游戏的线下相亲活动公告。好的，还是那句话，爱情靠争取，我也不放弃，凡人游戏我们等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颜值控，同时也是个孝顺的好女生。他是一个不在意外表，更相信缘分的帅气主持。相信缘分的他们来到了今天的节目，相亲现场状况连连，男女嘉宾甜蜜互动。为何男嘉宾会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女嘉宾第一次见面嘛，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啊，怎么样？那要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身体不协调了。相亲现场出现两位男嘉宾。哎，兄弟，你也是来相亲的吗？是啊。嗯，你也是男嘉宾的？我也是男嘉宾的嘛。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两人火药味十足？你意思说我很矮吗？好扯哟。女嘉宾会如何选择？他们能否相亲成功呢？凡人有喜之相亲遇上颜值控，下期为您精彩呈现。2016都市频道，让幸福更贴近。